我们这儿有个长官，害怕了，想当逃兵是不是？胡说八道！你个豆大点的官，你了不起啊？管天管地，你管拉屎撒尿。等等，在这儿就得听我管，我就不听，怎么着？豆子，你去吧，但是呢，注意点安全啊！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完事快回来，听你来了。 罗子，怎么了？我见到国军了。在哪儿？就那边树林。去北岭，你跟着骡子去看一看。这儿，来了，走。看来影影绰绰，我没看清楚，但是肯定就是这儿。
情况怎么样？全署歼灭，已经让二排在那儿警戒了。好，罗子，我得给你记一功。对，记特等功。真的？真的，首长都发话了，怎么能不真呢？罗子，现在说你，拯救了咱们党中央都不为过。要真这样啊，那功我就不要了，给谁都行。我想带黑牙子回家，行不？ 罗子，这济公呢是一回事，你要黑牙子又是另外一回事。要不这样，等我们过完江之后呢，你就领着黑牙子回去呢，跟华库成亲，怎么样？这样可以了吧？可是我觉得，<笑>那个首长，要不让罗子跟上我啊？他呀。 看不见黑牙子，这心里边放不下呀。好吧，老钟，那我把骡子交给你了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你受伤了吗？嗯，那你怎么了？刚才忘了解手了。<笑><笑>